操作感的话有点像飞行员开飞机的驾驶员的操作感，所以说那种操作的感觉也是三维操作的，就是在保持 RV 平稳飞行的时候，你的距离海床的高度要保持一个长定的一个状态，对你 RV 在狭小空间的操作是要求蛮高的。